兄弟们啊，又到了这个羊头妹这里了啊，让羊头妹给我们炒个菜啊。哎，羊头妹怎么回事？喝飘了吗？怎么现在连生意都不做了？哎 ，Hello。罗哥，哎，你错了吗？怎么，你在喝酒啊？啊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喝。哎，别别别，喝来比吧。不喝不喝，请你，我请你。不不，你这喝这么多啊？啊，你这刚喝完一斤白的，酒量还行啊，你看。再拿几瓶啤酒，普通。喝一瓶白的。嗯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瓶。啊。你们俩喝的还是你自己喝的？我不接。哈哈哈哈哈。老子不喝酒。炒菜行吗？炒菜。啊，还行，没问题。啊，给我炒菜。炒菜应该没问题。啊啊啊！你看你胳膊，这胳膊怎么了？是会是吗？会。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擦一擦。没事没事。好，你炒的最快的菜是什么菜？炒，给你炒个，我看现在也没有太多菜了，要不给你炒个土豆丝吧？多长时间能炒出来？我想快就快，也三分钟。三分钟。行。人小胖七秒八秒，你。那个吧，挑战一下自己啊！来来来。来个他七秒啊，我来个五秒。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一分钟。七秒那是假的，一分钟炒出来。不要吹牛逼。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一分钟炒出来给你钱，一分钟炒不出来不给你钱啊。那行。好啊。你是来砸场子的啊？来砸场子的。纤纤玉手啊，喝了那么多酒还能炒菜，很厉害啊。山东的女人不耽误事，不简单。不耽误事。哎，来看看啊，好好炒啊。欣赏啊，炒菜是一种艺术，知道吗？美食也是一种艺术。哎呦，直接大火！直接火，是的，厉害啊！你来了确实给面子，给力。刷火锅啊！这火一般的打不好，打不开。今天是给力。哎，你来了真。平常都是拿那纸往里塞啊，我得用火机打的。啊。看看这个我们的羊头妹妹，漂亮的小妹妹怎么表演？一分钟啊，露一手，露一手啊！我跟你说，你那个丝袜穿黑的，你白的不耐脏。行，下次穿黑的。穿黑的啊。嗯。啊。哦，我感觉有点错了。错了，有多少？从放油的时候开始计时啊！从放油的时候开始计时。有点喝多了，放点花生油。啊！你要求的是快是吧？啊，对，开始。不好吃，好吃不好吃不管我了啊！哎，不，快还得熟。这，厉害啊！这个小姐姐非常的可爱啊，啊，非常萌，认真一点，我说，认真的啊，好，炒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啊？过去了三十秒啊，我看你想不想赚这个钱？我说停他就停啊，停好了，嗯，啊，兄弟们，来怎么停呢？啊，四十五秒啊。哎呀，这个菜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！多少钱？八块。八块啊，真便宜啊，非常有性价比啊！行，你给我端过来，我给你们夹个菜，一块吃。好，来一块吧。哎呀，来两个菜嘛。哎，一块吃啊。老六，来来吧。来拿杯子，拿杯子，喝点，你还能喝吗？能喝啊，那一块喝。哦，这还喝的瓜子酒啊？哎呀，真的。对呀。哦，你也喝瓜子酒啊？啊。你也喝瓜子酒？好喝，因为它。啊。行啊，我坐下来。怪不好意思的啊。没。你看，又蹭菜。哎呀。这美酒佳人。你是喝白的还是喝啤的？我喝那个白的吧，咱都喝瓜子酒了，对吧？搞那个瓜子酒，我喝的有点多。但是那个也没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羊头啊？羊头，我炒的羊头。怪不得人家这羊头妹整天喜欢吃羊头，哎，兴趣小舌头。自己都吃，天天吃不够呀。别忘了啊，别忘了，下次换一换。
啊，发个黑色的吧，啊，发黑色的，没人给买啊，买啊，没人给买，没人给买啊，怎么买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这是好问题，给你安排上啊，啊，喝完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哎，来，来我。我只能喝啤的了哈，美酒佳人，我吐了，你随意是吧？好，好，感谢啊。哎呀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好酒量，好，好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，来吃，好。